肪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呢？运动。错。少吃。错。重训。错。是什么？火化。谢谢。到第六个我喜欢嘞，很怀念。欢迎 Jocelyn。不打尖叫。哇哇哇！哇、wow, 你怎么突然站起来了？那个是我太嗨了 ，sorry。我就是很瘦啊，他好瘦、哦，但他还是觉得不够 瘦。不行，你这样已经 OK 了。对他快很瘦，而且是超胖哎，所以这样子已经很厉害了。你还要刚刚是说你快60对不对？他之前是67公斤。哇，你有67？对对对，我以前曾经。可是你几公分？163。163。对。哦。可是你是不是有隆鼻啊？没有，他没有，因为你的推荐人就一直在那说你美到多正多正，可是你也知道我也是很严厉的人哦，但他没有啊，他没有，他说他割双眼皮，对对对，有我在 IG 上跟大家哦，对对，可是你是从67公斤，然后听说你一年瘦20公斤啊，对，你为什么这个毅力啊？怎么做到的？哎，就是，哎，为什么？哎，对。好像就是被击倒吧，就有一次跟好朋友吃饭，然后就可能就会有朋友要推荐异性嘛，把我的 IG 拿给其他异性看，然后他就脱口而出说，哦，这个人好壮，这样，然后就传回来到我这边，然后就很难过，走心，对，走心，然后就下定决心要。那你是靠饮食控制还是运动？都有，就是吃很健康，然后也是勤做有氧。对对对，有氧那怎么没有去上潘老师的课？我下次去报名。好，我等你。请问你走的路线是载歌载舞，还是就是静静的唱歌？其实都有哎，但今天准备的是比较静静的唱歌。静静的唱，很期待你的歌声，因为他说超越我的偶像怀特。哇，他是你的偶像？OK。请问你觉得来不及了？我不知道，我只是好奇。所以你对他没有什么特别感觉，是不是？没有，我很喜欢他，他的声音很特别。他之前就是我们公司的算师妹吧，对。哦。对啊，你现在开始有点讨厌你了。喂。他一直都这样的，听得 real 了。哦，就是Jocelyn，你这个是专辑还是单曲？啊，这是我的 EP， 首张同名创作 EP， 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的。然后里面收录的6首歌都是我的创作，全创作。对对对，所以里面的歌曲大部分是在讲一些千禧世代在现阶段会碰到的一些课题。因为我自己是千禧年出生，所以我就想要讲一些对于未来人生规划，现在碰到爱情啊、工作会容易遇到的一些忧虑，然后就把它写进歌里面。你觉得千禧年最容易遇到什么事情？千禧年啊，因为大学比起我们再大一点的人，以现阶段来说，就是大学刚毕业，所以就会比较有一些迷茫啊。然后我觉得千禧世代就是速食爱情啊，或者是其实很多人上网交友，对，然后更竞争啊，对，因为资讯来得太快，对，太多平台，很多容貌焦虑症，因为 IG 每个人都发那种 P 图，对，而且很多人都长得很像，对。哎呦，哎，刚刚说你是高学历，你是？我其实。波士顿广告系，哇，哎呦，很厉害啊，还行。是对龙虾那个吗 ？OK， 龙虾对龙虾。我脑中第一个浮现也是龙虾，对龙虾，俗气哦，很好吃，好俗气哦，那欢迎你喽，谢谢，我们好，谢谢。我们今天因为有2位是歌手同行的，所以我们先让带动气氛的人把那个气氛炒起来之后，我们再好好听他们的歌声，到底谁要回家练习？非常期待。我们先欢迎笑笑。Yes。
一个，加一个音乐转进转换的时间。休息，快点快点，我们还没有，我们还在冷静。像马克力，龙年同学好累哦。同学好累哦。什么最快的方法是什么？看，大家讲，好累哦。燃烧脂肪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呢？运动。错。少吃。错。重训。错。是什么？火化。谢谢。老师，我再不来了。辣椒什么啊？这种地狱给我喜欢嘞。很怀念。火化呢？到底要让 Kimberly 的压轴，还是要让？好奇。韦摩瑞娜。亚维莫瑞，全错，亚维莫瑞，亚维莫瑞，对你取的，我名字很好记呀、啊，没关系，阿公就好了，好了，阿公，你有没有信心你的推荐的阿韵可以打败 Joyce？ Joyce 不同的风格，但我相信阿韵的表现会非常的好，但是不同的风格。你不同的东西要怎么去打败啊？对，你风格来说，是不是应该让阿韵先？因为如果阿韵唱完，然后 Kimberly 要做那个奖评，他如果要叫你回家练歌，你承受得住吗？可以，你可以，可以可以。因为很棒，不远吗？你住的？蛮远的吧，还蛮近的。因为现场有一个很机车的评审，没关系，他绝对不会跟你说客套话。因为我上过更厉害的老师的课，所以其实有 OK 见过。心理素质是好的啦。老师也开始比较了。对对对，没有，他有上过更厉害的老师的课。对啦，对啦，阿韵上过好人，跟来我这边，我教你跳舞了。那我们就欢迎阿韵喽。欢迎。一步落下，一步落下，山顶白兔牛落下树，南无九苏格丹，南无九苏那香万苏格丹，金发南勒达，格达雅雅苏。发现我还是闭嘴好了，就让他自己来，因为真的很好。可是你后面唱好大一段哎，两首歌，所以前面那个是他自己的歌，他自己的单曲，然后后面你又唱了一首你的歌。对，那一段是主打歌《世界和我一起跳舞》。你们的语言跟台语其实有点像。台语，对，台语来唱台语。吉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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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有融合。因为他吉波吉波，其实是小眼睛的意思。那我曾经上过大伦哥的节目，他就说呵。吉诶波加果粒，我说你不是不是卖药啦，吉波罗叫吉诶波加果粒，就是泰雅文，泰雅语，哎呀，小眼睛的意思。哦，可是你的声音也不会比较脏哎，也是很干净，真的哦。
其实我昨天晚上有喝，哎，就是有点，但是我不准啊。来 ，Kimberly， 你觉得他们需要回家练习吗？没有，我觉得很好听啊。大家都好像我要讲什么不好的？没有，我觉得很好听。就是你觉得他的声音够干净吗？非常干净啊，非常好听。然后年纪这么小，已经这么会，就是越年轻的声音会越干净，真的。对，可是必须还是要听完 Jocelyn 之后。哇哇 ，Jocelyn 压你是压轴哦，你绝对不能让我们失望。哇哇，真的很紧张。你刚刚听完他唱，你觉得怎么样？就很，我一直都很羡慕那种质地声音很清新的。哦。可是如果你是沙哑的话，我也喜欢。沙哑的声音，好，那我等下沙哑一点。那种，先给他一杯高粱嘛，马上就 OK 了，直接弄。你 OK 哈？我试试，压轴气势拿出来 ，OK？ 欢迎就是。The best of me, you're so good at flatteries. 现在我 made in crash and hits. 我不敢想要 violently. 如果真的 violently, I think I'mma be so sad, so sad. 每天都在 so sad, so sad. 想你回来 ，Oh my, oh my. 我那么年轻，只想谈这段感情 ，I'll be.每天都在 so sad so sad， 想你回来 ，Oh my oh my，I would rather die than be alone， 没有人会比我感动你。你，啊，谢谢。喜欢，唱的真的很棒，谢谢。可是有一点我看得很不顺眼，什么？就是你唱歌的时候会这样。他是学我的，那是我的。那麦克风会烫的。不是，我跟你说的时候，因为那个节奏你会有点控制不住，对，我发现。如果所以是唱 R&B 都一定会这样，是不是？我觉得看个人，因为我有这个不好的习惯。我这样，我看你唱的话，你是哪一种？你是我会。你看手指很讨厌哎，所以你手指不动不行啊，但我觉得很爽，就是你动自己觉得很爽，然后一定要有那种，就是你知道唱歌是一种，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最自在的样子，如果可以带到台上是最好，所以我就会，所以你在家如果没有麦克风，你是手要没有，我会想就是有点。哦，就是自己就看那个歌律动在里面，确实我觉得是转音的时候，那你可以这样甩吗？哦，看歌吧，对不对？好像没有这种的，所以你也是自然而然觉得手指不动会死，对不对？对，会很不舒服。就是像这种歌的话，不动很难过。对，我有尽量动少一点，我以前动。痛更多，还可以多更多多啊！如果你完全放纵你自己唱一句，就完全不在拍子上面的那种烂动，要不要来一句？来一句放纵的那种，就是放纵的动，你不要收它，你就自己用力就好。我要唱哪一首？随便啊，还可以。一句来一句，都可以动最多的，动最多，我唱我的主打。好好，来动一下，动一下。Am I pretty？有我，你这好多重，好多。太荒谬了，这个你也知道很荒谬吧？那为什么你唱歌的手不会这样？哦，你要弹吉他哦。转音有关系，所以这个手指是有点可以带动你的律动，是不是？对对对，我觉得是一个带领。那我不动能唱吗？不要动，下次我试试可以。OK， 好，那最后各有特色，再宣传一下你的好世界和我一起跳舞全泰雅族语专辑《金瓦那吉格那纽萨米的尤利》，那里面有非常多曲风的歌曲，包含了拉丁，然后雷鬼，然后印度风，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上各大串流去听，当然也有实体专辑，实体专辑做得很精致，是一个为黑胶的，而且有一首阿韵的歌曲，对，有一首阿韵的歌曲叫《吉波罗加小眼睛》，是妍妹妹的，谢谢大家，我是雅维莫瑞，她是阿韵鲁亮， 谢谢这位新人，谢谢。
有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嗯，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叮叮叮。